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，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，不是一样。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你是一个候选人，你的家族出来，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那当然我是质疑。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重点是这个文宣上面，你觉得有没有写的不对的地方？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你也可以拿出来解释。你根本没有综合资产，你怎么会？你根本没有综合，你综合资产在哪里？请说。不是你又在问？你可以看我财产申报吗？四三二一，你在综合有没有资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房产啊。对，你有综合人嘛？所以哦，是要有在综合有资产，有300多笔土地才是综合人。了解，谢谢。你出来竞选的时候，我不是也在强调你家人吗？我不是也说我爸爸妈妈服务30000件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讲？我们只讲自己做的好吗？我们只讲自己做的。你不是讲说陈景令服务30000件吗？那是讲自己的好。不是讲说我打篮球打到哪，我看到篮球框坏了，我就请我妈妈来修吗？对，为什么要讲妈妈呢？我们要讲自己的好，不要讲别人的问题。那我觉得你父母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为什么不能讲呢？我们讲自己的好，我们讲自己好，不要讲别人的问题。那为什么国民党要来质疑赖清德呢？那为什么你要一直质疑赖清德？那我有质疑赖清德的爸爸妈妈吗？那你说不要攻击我有质疑赖清德的爸爸妈妈？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，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不是一样，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你是一个候选人，你的家族出来，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那当然我是质疑，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重点是这个文宣上面，你觉得有没有写的不对的地方？我没有攻击赖清德的爸爸妈妈。例如说，我最近在质疑你们家族在综合草地，如果你觉得我的家族在综合有草地，你也可以拿出来解释。你根本没有综合的资产，你怎么会？你根本没有综合，你综合资产在哪里？请说。不是你又在问？你可以看我财产申报吗？三二一，你在综合有没有资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房产啊。对，你是综合人嘛？所以哦，是要有在综合有资产，有300多笔土地才是综合人。了解，谢谢。